好，各位法师、各位居士，阿弥陀佛。好，我们现在讲到第894页，也就是重受故命自是红经的部分。那么因为讲到说这些菩萨们呢那么都是菩萨摩诃萨，而且佛陀的故命来说的话，他只是环视众生而已，他并没有出并没有说话所以呢在这个第894页的倒数第四行他们复作试念，有没有这些菩萨摩诃萨呢都愿意来当如佛陀的教化一般来广宣施经施法嘛并且呢做这样的一个念头，说佛陀经呢默然不见告至，有没有佛陀现在是怎样默然不见告至佛陀并没有动口，而是用什么眼睛来环视而已叫做顾命，有没有环顾，然后呢来这个俯视众生所以我们说佛陀，当我们说一个人一旦他有应该说怎样他的这个修行功德圆满乃至于我们说像应顺导师修行就说那种应该说什么那个非常的摄受众生所谓的摄受是不是应该透过德恨来摄受不一定要开口，有时候一举足一个眼光是我们已经感受得到有时候不需要开口的只要用眼睛这样环视一下大家都感受到，那叫摄受众生我们说如果我们平常修行的不好说破了嘴人家不见得要听是不是所以我们说真的是要以德服众用德恨用修行的德恨是不是才可能来摄受众生佛陀他只是环顾众生而已，对不对？他根本就不见告斥佛陀这个时候并没有开口说，但是前面这些属于二万菩萨了，五百罗汉八千学无学人乃至二类的尼众都已经自是红经，是吧？还很多人没有还没自是红经，他就环顾现场的80万亿那有他诸菩萨摩诃萨，对不对只是这么一环顾虽然默然不见告示，但是我当云何我们这个与会的大众呢心里都已经很明白佛陀要还是希望我们能够怎样自是红经是不是所以呢十诸菩萨呢就敬顺佛意知道佛陀的意思对不对？希望我们自动主动开口对不对？而不是佛陀不断的透过语言来劝诱我们劝导我们而已我们应该要自己有这样的一个觉知的能力，所以呢并欲自满本愿嘛便于佛前做狮子吼而发誓言希望能够怎样能够敬顺佛意，因为我们这些菩萨摩诃萨是不是都能够理解佛陀的用意在环顾现场的所有众生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要怎样自满本愿那么所以呢就在佛陀的面前来做什么狮子吼所谓的狮子吼就是希望能够弘扬佛法，佛法是不是如同狮子吼一般万兽之王一旦吼的时候，森林里面的所有野兽是不是都要凝神谛听一下到底在吼什么那佛法为什么叫做狮子吼因为这个超越了世间法的缘故说谈的不是只有生活的问题而已对不对？是生命的问题，生死的问题所以呢就在佛陀面前做狮子吼而发誓愿，这是不是也是自是红经要能够自动自发的发自内心的一份誓愿所以呢这些菩萨们也都说师尊我等于如来灭后我们也是在如来灭后，那么会周旋往返十方世界因为这也是透过十方法界的众生一起这个云来集于这个娑婆世界来听佛陀讲经说法嘛，
啊，所以能够听闻的众生里头的这些大菩萨们呢，啊，也是知道说，哎，将来在佛陀灭后呢，那么他们会往返在十方世界，也能够令众生书写此经，受持读诵，解说其义啊，啊，那么也能够如法来修行啊。那么为什么还是要书写、受持、读诵、解说其义？主要是希望我们如法修行，对不对？啊，希望能够如法修行，而且能够啊正意念，皆是佛之威力啊，啊，都是佛陀的威神力故啊，佛陀的这种威神哈、啊、来受摄受所有一切众生，让我们来体会佛陀的这个甚深的含义。所以呢，唯愿世尊呢，啊，在于他方呢，也能够遥见守护。啊，佛陀灭后呢，那么其实佛陀是不是还是进十方遍法界的？啊，所以也一样可以遥见守护的。啊，那么这些都是属于什么菩萨的自世宏经啊？那经过长行之后呢，这个寄送啊，首先就是透过标哈、啊，先标举哈、啊，然后之后再来解释啊。好，所以呢，即时呢，啊，在这个时候的这些诸菩萨们，哈、啊，也具同发声而说偈言，说唯愿不为虑啊，希望佛陀呢也不必以为虑啊，因为在佛陀灭度之后呢，啊，那么也在这种恐怖的恶事当中呢，我等当广说啊，这个《妙法莲华经》的。啊，因为尤其佛陀灭后呢，那在整个恶世当中，是不是更加的啊，让我们能够啊，就说如果没有佛法呢，那么身心就难以啊安乐啊，那会活在比较恐怖的这种恶世当中啊，也恐怕恶世当中呢，没有人在宣说佛法，所以佛陀希望啊，与会的大众哈、啊、都能够自世弘经啊啊，所以这些菩萨们也说，我等当广宣说。啊，这部《妙法莲华经》，啊，所以先标举出来之后呢，再来解释，啊，那么那个解释当中，哈、啊，当行忍，哈、啊，也就是说要透过忍的方式，啊，所以我们说菩萨道，啊，不是像阿罗汉，他是正果，对不对？初果、二果、三果、四果是不是正果啊？那菩萨道的话，其实用忍位。啊，很重要的就是忍位，首先是要生想忍，对吧？听经闻法是一种生想忍，之后呢，透过经典哈、啊、说到甚深的含义，因缘法当中，我们才可能柔顺忍，对吧？柔顺忍，啊，之后才可能无生法忍嘛，啊，好，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哈、啊，这个首先就是要行忍，啊，那如何的行忍呢？就是骂达忍。啊，哦、啊，菩萨所要发的愿，就是要任众生如何骂、如何打，都得要怎样，能够对法的那种深沉的确认，不是只有在表象上而已啊。啊，好，所以呢，在表象上啊，菩萨可能会看到有诸无智人呐、啊，有很多的没有智慧的人啊，会恶口骂力等，即加刀杖者呢，我等皆当忍啊。啊，恶口在骂。那么力是什么呢？就是毁谤咒诅，叫做力，啊，更凶恶一些的，啊，更深的一种骂，啊，叫做力，啊，恶口骂力，啊，那不止恶口骂力，还用什么刀杖，用刀子，用那个拐子手杖之类，哈、啊，等于刀跟棍子来打的话呢，那么我等呢，皆当忍啊。啊、哦，菩萨道呢，要能够无所不忍呐、啊，啊、哦，还有呢，还要慢棒忍，啊、哦，因为恶事当中呢，还有很多的比丘啊、哦，会挟制心缠取啊，未得未为得，我慢心充满，啊、哦，在恶事当中的这个修行人来说的话呢，啊、哦，也不见得都是正知正见呐、啊，还是会有什么挟制心缠取者啊。啊，知见不正，而且世日变冲啊，乃至于呢标新立异，对不对？为啊还没有证得，还没有证得果，这个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就说他已经证果。啊，我们说如果真正证果会不会说啊？不会说了，
对不对？金刚经里面就讲嘛，哈，正出国二国三国四国者会不会说？不会说，因为正果的时候一定是觉诸细论的状态，哦，乃至于这个正果之后呢，也不会回头说啊，我正果了，不会，啊，因为一旦正果，其实语言已经多余了，啊，所以不会说啊，这个正果都不会说，更何况没正果，是不是更不会说？如果正知正见的话，啊，那偏偏如果邪智心缠取的人，他的难免想要这个标新立异，觉得自己显异惑众，对不对？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自己很有修，我已经证果了，啊，其实是还没有证果，叫做未得未为得，有没有？根本还没有证得果报，却说自己已经证得果报，那是为什么呢？因为我慢心充满的缘故，啊，慢心增上慢的人，啊。这个慢心降服不下来，自以为很了不起，啊，有一点点修行的境界就不得了了，啊，那这都是我慢的心充满的缘故，啊，或有呢，阿兰若，啊，阿恋若就是离群所居的，啊，居住在那种比较闲极之处，啊，那他的那衣呢，啊，也比那种行陀陀恨的，啊，行陀陀恨者呢，也在空闲之处。啊，啊，这所谓的那衣呢，也就是头陀恨者所穿的，啊，破那之衣啊，啊，他们也会比较怎样离群所居，啊，一旦离群所居呢，就会住在什么空闲之处，那么离群所居啊，在空闲之处呢，就会自己，啊，自己说自己是行真道者啊，啊，也就是说他是行了四。啊，四谛哈，啊，因为我们说声闻，它是不是透过四圣谛？啊，四圣谛，谛就是真谛的意思嘛。啊，所以说，他自己是很有修的，轻见人间者，轻见一些在人间行菩萨道的人。啊，因为他会觉得，哎，我盖格兄哈，啊，我离群所居啊，躲到深山去啊，啊，看到一些在人间里头行菩萨道的人，他反而怎样轻见了。会觉得啊，那些没修，哦，在人群里面打转的，一般我们会觉得在人群里面打转好像比较没修，躲起来的好像比较有修，呵呵，啊，啊，普遍也会有这样的啊，这个着相的话是不是比较会这样想啊？哎，但是这样想不一定是正确的，对不对？我们也是需要一些人间菩萨，哦，乃至人间的这种菩萨比丘、比丘尼啊，是不是？哦，所以在人间里头行菩萨道不见得没修，哦，那有修没修其实也不是我们凡夫众生能够去这个哈，啊，去评论的了，啊，主要还是看自己有修跟没修比较重要，不用去担心别人有修没修，对不对？啊，那在人间里头不染浊的话，啊，真的行菩萨道的话应该要不染浊，不被世间所染着嘛，哈，所以佛教为什么都以莲花为佛教的教花呢？是因为它出污泥而不染，对不对？在人间里头一定难免会有很多的污泥，但是而能够不染着，是不是还是透过因缘法才可能不染着？如果着相就容易染着，啊，能够离相是不是才能够不染着？啊，那我们说身观因缘法是不是就让我们离相啊？而不染着，虽然在世间法，虽然也在处理很多的现象，但是而能够不染着，啊，那么在人间来讲的话，那么才有机会行菩萨道嘛，哈，啊。但是如果属于那种解脱道者呢，他就离群而所居，然后说自己很有修，说别人没修，啊，那这样的人其实他所说的话是不是也有一些问题的，啊，那所以我们说还是要透过佛法来看待才会。啊，比较正确一些哈，啊，所以我们不是只有看外相，也不是只有听声相而已啊，对不对？声音是不是有一种相啊？啊，所以呢，这个要深入佛法啊，还是要透过佛法来哈，啊，这个来看待才能够准确啊。不过呢，我们说我们果报低的人不需要去论别人有修跟没修。啊，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有修没修才是重要的，啊，
好，所以呢，这些比较属于解脱道者呢，他可能就跳脱啊人间啊，那么躲到深山里头啊，他自己认为比较有修来亲见在人间里头行菩萨道者啊，会认为他们啊都是贪着利养的缘故，所以与白衣在说法啊。那因为也透过跟白衣说法呢，就被世间所恭敬啊，那么。难免哈，就会觉得啊，他们可能就是因为贪着利养、名闻利养的缘故才绕在世人间里面嘛，啊，那就如同这个六通的这个罗汉一般，那这样子的人呢，啊，都是怀着恶心，虽然他离群所居，啊，身离群所居，但是他的心是不是没有离群所居啊，啊，常怀恶心，啊，也常念着世俗的事。所以呢，就假名阿炼若，啊，那好像他们所修的好出我等过啊，好像比这些行菩萨道的人更有修的样子，啊，那等于他们还在批评这些人间菩萨道者啊，那这样子其实也难免，好像他为什么要说他有修，其实也难免为了名闻利养啊，是不是？啊。所以呢，我们不能只有听人家讲的话啊，是不准的，啊，因为那个还是着相嘛，啊，还是着相的，啊，好，所以呢，而作如是言呢，此诸比丘等啊，为贪利养故，说外道论义啊，啊，所以他们就往往做前面这样子的一些说法，啊，会觉得别人在人间里头行菩萨道是没修，自己才是有修，好像是六神通的这些罗汉一样，啊，那所以呢，这些啊此诸比丘也难免还是贪了名闻利养，啊，所以所说的这些都是如同外道的论义一般，啊，乃至于自己去做经典的解释来狂惑世人，啊，也为了求什么名闻。的缘故，所以呢，就分别释经啊，啊，去讲一些啊，比方说啊，大圣非佛说了啊，或者说哎，这个，啊，等于说，去分别一些经典，说哪一些经典是不好的，我说的这些经典才是好的，啊，那这样也不对啊，啊，因为大圣佛法当然其实还是从什么？从阿含啊，从原始佛教所发展出来，是同一个法源，啊，是同样的法源。虽然没有经过结集啊，因为很多这个原始佛教就是比较声闻行者呢，他们会认为啊，大圣非佛说，啊，只有阿含呢 啊这些原始教典才能够读，这样也不对啊，因为佛陀印顺导师也讲嘛哈。属于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就像人的成长过程一样，这都属于童年期，其实发展还不够圆熟，啊，要到大乘佛法出现的时候呢，才是如同人的什么少壮时期，它才是圆熟的，啊，佛陀所要宣扬的其实是菩萨道，并不是声闻道，啊，但是这个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哦。啊，菩萨道是不是也要有声闻的基础啊？一样要有声闻的基础，啊，那到菩萨道呢，它才比较圆熟完整啊，啊，所以呢，不要去分别啊，说这个说大圣不对，大圣非佛说就麻烦。当然，大圣也不要去鄙视小圣声闻法啊，因为我们说菩萨道是不是透过声闻的基础啊？它是同样的法源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呢。如果这些声闻众呢，常在大众当中啊，欲毁我等故啊，啊，也就是想要毁谤啊大圣佛法啊，而向一些国王大臣啊、婆罗门居士啊，给予比丘呢，来毁谤说我恶啊，为是邪见人说外道论义啊，啊，那这样子呢，他们还是什么邪见之人，就如同外道在论义一般。一旦是外道的话，就难免充满了邪知邪见，那并不是在弘扬佛法啊，所以我们应该更深的去判断佛法是很重要，不要只有看外相啊，并不是啊出家众所说的法一定对哦，啊也不一定说在家众所说的法一定不对哦，对不对？要合乎法印，是不是才是佛陀所要宣说的佛法
啊，当然佛陀这个入灭后是不是还也是要由佛弟子来宣说啊，所以不能只有看外相，应该要看啊，要能够谛听，听闻他所说的那个内容合不合乎法印，是不是才是重要的啊，能不能合乎佛陀所说的真理法则才是重要的啊。好，所以呢这些菩萨们呢虽然也自恃弘经啊，弘扬这部大圣妙法莲华经，其实也都有相当的困难度啊。一方面是凡夫众生难免啊会打骂啦，我会这个慢棒啊，那这些是不是都得要忍啊啊。再方面呢，二圣啊，这个小圣者呢也难免啊会去毁谤菩萨的法大圣法，那是不是还是要忍啊？对法还是要坚信不疑啊，对法的什么确认是很重要啊。所以在第898页呢，这就结成要着忍入衣了啊。如何的忍呢？其实就是要穿上什么忍入衣啊。所以呢这里就讲到，我等敬佛故啊，悉忍是诸恶啊。也因为我们啊菩萨道来说的话呢，都是非常的尊敬佛陀的缘故，因为之所以成佛，是不是还是透过菩萨道啊？啊，那么要成佛，还是得要行菩萨道。那菩萨道的过程当中呢，是必须要透过忍位的，啊，所以要悉忍是诸恶，然后因为透过忍位来讲的话，也才能够对应所有的一切的这些啊恶事啊，啊，那么为师所亲言呢？汝等皆是佛啊，啊，也为了他们所说的这些啊，这种轻慢的语言啊，啊，不对这个邪知邪见啊，种种啊，但是呢，汝等呢，皆是佛啊，也希望你们都还是具有佛性的哈，有善根因缘的啊，只不过这种都是一时的现象所起嘛，是不是也必有因缘啊？啊，就像我们说有常不清菩萨，他是不是尊重所有的一切众生啊？啊，就像佛陀对悉达多啊、提婆达多是不是一样，还是称为他是善知识啊？啊，都是善知识啊！啊，所以呢，汝等皆是佛啊！啊，如此的轻慢语呢，皆当忍受之。啊，他们现在的这样子的这种恶因恶缘哈，那么当然也必有因缘，但是不见得善因善缘不起哎，啊，不见得善因善缘将来不起，是不是也有可能会起啊？啊，所以呢，大家哈，啊，就说都是有可能还是能够成佛的，纵然在这种轻慢的语言当中，我们还是得要忍受下来，因为在这种浊劫恶事当中，因为我们在五浊恶事里头嘛，多有诸恐怖啊，啊，有可能是恶鬼入其身。啊，等于是这个他的内心哈，啊，那么这个充满了恶心恶念啊，如同恶鬼来入其身，所以会来骂力毁入我啊。所以呢，我等敬信佛呢，当着忍入铠啊，也因为我们确信佛陀所说啊，佛陀所宣扬的正知正见正法啊，为了要弘扬正啊正法的话呢，那么都必须要去面对这些，接受这些哦。所以呢，当着忍入铠，就好像那个衣服就像那个铁甲武士一般呢，啊，要把它穿起来啊。所以为说是经故呢，忍此诸难事啊，啊，也为了要弘扬这部经典，所以呢，要忍诸啊忍此诸难事啊，啊，我们说当人想要爬得越高，那种下来的阻力是不是越大？这也是必然的哈，所以呢，我不爱生命，但习无上道。哦，这两句话真的看得非常感动。啊，能够不爱惜生命的话，才可能为正法来怎样忘躯啊？啊，为法而忘躯哈，是因为啊，珍惜着什么佛陀所说的无上道。啊，那我等于来世呢，来护持佛陀所劝属的。啊，那佛世尊呢，自当知呢，浊世恶比丘不知佛方便呢，随意所说法啊。因为在五浊恶世里面的这些恶的比丘来说的话啊，那么在
意业上面啊，不知道佛其实有很多权巧方便的说法，而来曲解了佛法。啊，就像佛陀本来权巧方便的说法呢，就是啊，这个厌离生死嘛，啊，希望心入涅槃的声闻法跟什么缘觉法。啊，之后呢，佛陀就说：“哎，这个是全法，不是实法，有没有？所以要会三归一嘛，啊，要把这三圣啊，圆觉、声闻、圆觉跟菩萨圣，是不是要回归到一圣法来？啊，那才是实法啊。所以这个过程当中，难免会有一些权巧方便的说法嘛，啊，所以呢，这个也不能说啊，佛陀说过这样子，所以坚持一定要声闻法，而这个辱骂了这个菩萨法，这样也不对的，啊，所以呢，就往往呢，这些恶比丘们可能会恶口而频促，啊，这个恶口也等于是这个口业上的恶，那么频促呢，就是，啊，这个等于说是非常的，啊，愁眉苦脸，啊，皱着眉头，蹙着这个额头，啊，等于是满脸的那种。哎，非常不好看的脸色 啊叫做频促啊，频促。那这是什么？身业上的恶啊，不止口业上的恶，还有什么身业上的恶啊？因为整个脸都啊，这个扭曲啊，这个频促的样子，让人家看得非常的不喜悦啊。所以呢，就往往会怎样？速速见病出啊，远离于塔寺。好，那。如是等众恶呢，念佛告斥故呢，皆当忍世事啊。啊，也就是说，如果啊，这个菩萨道的过程当中，如果被一些恶比丘啊，在意业上的曲解，在口业上的这种恶念哈，啊，还有呢身业上面的表达哈，啊，频促的样子啊，甚至呢一些菩萨众呢，还会速速被摒出在。这个远离于塔寺，哦，那面对这样子的诸众恶来说的话呢，那么菩萨道还是菩萨呢，还是要念着佛陀的什么告斥啊？因为佛陀不断的劝数，是不是？啊，哦，来告斥着我们，那么皆当忍世事，啊，哦，就算在这种状况，是不是还是要坚忍？啊，哦，还是要对佛法的确认，而不能退失道心，啊，哦，那么。这个是真的很不容易的哈，这个叫做当行忍，有没有？啊，碰到任何的逆境，都是考验呢，啊，因为这种无上的这个大法是不容易的，啊，要传布在世间是不容易的，必然会经过很多的考验，啊，这也要看众生的因缘福报，啊，众生因缘福报不足的时候，对这样子的无上大法也会有很多的什么？这种阻扰，啊，也会有很多的阻扰。所以呢，啊，行菩萨道要自视弘经的话，第一个就是要怎样行忍，当行忍，啊，那当行忍呢，就为了要怎样呢？当弘经，主要是不是还是要弘经啊？要弘扬这部经典，啊，所以在第901页，啊，当弘经，啊，也就是这些菩萨们呢，在诸聚落成意当中，哈，啊。只要其中有人想要求法者呢，我皆到其所，说佛所主法，啊，那这也是菩萨道的什么所谓的入如来慈悲事啊，啊，因为这个哎，前面讲到有弘经三轨啊，啊，在第809页哈。啊，在809页的地方哈，会有弘经三轨，有没有？809页哈，说这个若人说此经，应入如来室，有没有？着于如来衣，而作如来坐。啊，那处众呢就会无所谓，广为分别说啊，来弘扬这部经典。啊，那何谓如来室呢？就是大慈悲为室，有没有？着如来衣是什么？柔和忍辱衣。坐如来坐呢？啊，就是诸法空为坐，有没有？啊，这个叫做弘经三轨耶，
弘经三轨，如何的弘扬经典啊？要有这三个轨则，三个轨则就是要怎样？要大慈悲为师，要柔和忍辱为依啊，要诸法空为座啊。所以第一句话哈、啊，我们回到901页有没有？啊，只要有人求法，我都要去。这是不是一种慈悲心啊？说佛所熟法嘛，啊，这叫入如来的什么慈悲事啊？要把佛陀的法能够广宣于各个角落啊，入如来慈悲事啊，啊，那因为我是世尊的使者啊，菩萨道是不是就菩萨就如同世尊的使者一样，侍者一样嘛？啊，要处众无所谓，我当善说法，愿佛安稳住啊！啊，这个也就是所谓的坐如来法空坐啊，啊，坐如来坐的意思。啊，那么才可能处众无所谓，我当善说法哈、啊。所谓的善说法，一定要说到诸法空啊，诸法空义是不是才是如来坐？啊，愿佛安稳住，啊，愿佛安稳住，也就是，啊，愿佛陀灭后呢，就一直不断啊，灭佛陀灭之前，是不是就是不断的劝说，啊，环顾众生，希望能够把这部经典能够怎样弘传下去，啊，如何的弘传，其实也是要讲到甚深的法义啊，诸法空义为座呢，啊。要能够入如来的慈悲事啊，而且前面是不是要能够着如来的忍辱衣啊？啊，这叫弘经三轨，有没有？啊，第一个当行忍，是不是都是在讲忍辱的这个部分？也就是着忍辱衣嘛。啊，那只要有求法者，我都要去。啊，这是不是为众生的一种慈悲心呢、啊？啊，叫做入如来的慈悲事，啊，那所要宣说的法啊，我当善说法，啊，所说的法呢，就是要以诸法空义为座，诸法空为座，啊，要讲到甚深的法义啊，啊，甚深的法义，好，好，那么第902页啊，那么才是这个所谓的结。啊！我于世尊前，诸来十方佛发如是誓言：佛自知我心呐、啊！啊，这是不是菩萨的那种自是弘经啊？哈、啊，说我于世尊的前面啊，而且有诸来的十方佛啊，因为是在《妙法莲华经》的这个法会上面嘛。啊，不止佛陀，还有十方诸佛啊，来发如是的这种誓言啊，唯有佛陀呢，能够。啊，知道我的心，啊，是希望能够弘扬佛陀的正法，啊，能够利益众生，对不对？能够弘传啊，这个佛陀的这些教诲，对不对？如佛所教，啊，那当然就要能够遵守所谓的弘经三轨，对不对？要着忍入衣，啊，要入慈悲事。对不对？要以法空为座，啊，这是三个规则，啊，弘经的三个规则，啊，好，那所以呢，我们的持品啊，如何的奉持乃至于传持，是不是就要用这样的精神呢、啊，才能够弘传的下去啊？啊，所以这个叫做圣众受命弘经，啊，那么我们接下来是第14品安乐行品。安乐行品啊，安乐行品呢是如来开示住行。好、啊，在我们的科判表有没有？好、啊，如来开示住行。那如来开示住行里头有祈请啊，先要祈请佛陀的开示啊，能够祈请佛陀的开示啊，之后呢，那么佛陀开示。啊，会有别名住安乐行，有没有？啊，总名得安乐果，啊，所以安乐行是因，对不对？啊，那
之后才能够得什么安乐的果报啊。之后呢有标举跟别示，对不对？别示里头我们就可以看到有四个安乐行，身口意跟什么誓愿，身口意三业再加上誓愿的安乐行啊，四啊，誓愿的安乐行啊，所以有四个安乐行，四个安乐行啊。那透过四个安乐行，是不是在因上面的行持啊？啊，之后才能够得什么安乐的果报嘛？好，好，我们回到课本第904页啊，安乐行品第14。好，那这个部分算是基门里面的最后一品了啊。之后呢，其实我们在课办表里面流通分呢，都算是本门的部分。本门啊，那个在14品啊，14品以前都是属于什么？15品以前呢、啊？14品当中都属于基门的啊，基门。所谓的基门就是什么？有机可循。本门呢，是它的这个宿世劫以来啊，宿世劫当中的那个本啊，那能够划线的啊，能够我们看到的有机可循的。那么是属于机门啊，机门就像大悲观世音菩萨也可以化现各种不同的观音的，什么鱼篮啊，那个什么鱼篮观音，对不对？挽着鱼，这个在海边啊，那个鱼篮观音啊，啊有种种不同的观音，那是什么机门？但是我们说哎，大悲观世音菩萨已经是什么过去成佛，叫做过去正法明如来，那是属于本门的啊，我们比较看不到的啊，因为我们凡夫众生对有机可循的事情比较熟悉啊，会比较熟悉啊。所以呢这里也讲到啊，以安乐行品来讲的话，是在机门的最后一品啊。好，那所以呢都是由本师啊，也就是释迦牟尼佛来开示啊。那么佛陀灭后恶世里面的五种法师，那么应当要住于行处跟清净处。好，那当后面会解释哈，这个行处跟清净处了。啊，那要修什么身与意愿等四安乐行，有没有？课办表里面是不是很清楚的？有身的安乐行、口的安乐行、意的安乐行跟什么誓愿的安乐行。哦，那么也是透过这样而自利利他啊，可以无障难而得安乐。哦，那为什么叫做安乐行啊？这也可以讲到所谓的身无为难叫做安，心无忧怖叫做乐，身心能够安顿，身心安乐啊。我们要求得身心安乐，首先就要三业清净，才可能身心安乐。如果我们身心啊三业不净啊不清净的话，其实身心难得安乐哦。啊，所以我们要求得身心的安乐，就必须要从身口意业上面去下手。啊，所以常常会有人问说啊，到底怎么修行？是不是还是要从身口意业啊？最基本的嘛，对不对？身口意业我们能够掌握到一个程度之后，我们是不是才有能力去发誓愿啊？如果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身口意三业，我们自己都把握不住，那个愿力就出不来耶，对不对？自己都搞得一塌糊涂，那如何的有余力去发愿呢、啊？对不对？所以一定要先从什么三业的清净下手。好，那如何的清净啊？三业的清净，那么这里有红经的三轨，有没有？啊，入慈悲室，着忍入衣，做法空作啊，来弘通妙法。称之为行，所以这里讲到行是因，有没有？安乐是果啊，所以要得安乐的果，是不是必须要去行啊？如何的去行呢？就是要三业清净啊，要能够比方透过红经三轨，这个都是一种行持啊，所以呢要修四行之因啊，得安乐之果啊。这四行是不是就是身口意愿四行啊的因
啊，一定有如是因，是不是才能够获得如是果？啊，往往都不知道因怎么去下，一直在追求果，那是不是也是一种妄想啊？啊，所以必须要知道如何的去行因，才能够获果啊，获得果报嘛。啊，所以呢，这个安乐行品哈、啊，安乐行品，那么。大概哈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哈，那么在第906页啊，第906页会讲到有所谓的倒数第二行啊，先观不思议的一心二门，再入红经的三轨啊，也就是透过一心二门哈，因为《妙法莲华经》哈，其实也是有一个中这个很重要的一心二门的这个观念哈。何谓一心二门啊？也就是我们这个心有生灭的心跟什么真如的心。我们凡夫众生是不是都善用我们的生灭心呢、啊？不断在那边生啊灭生生灭生灭当中呢，那么起伏躁动而不安啊、哦。那希望能够去开启我们的什么真如心。啊，心真如门，啊，也就是佛性，啊，也就是所谓的佛性，清净的佛性，啊，所以呢，不只是我们的凡夫的这种生灭心，啊，其实呢，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什么真如心，啊，所以呢，要透过红经三轨，啊，所以这个三轨，也不是只有法师才能够如此，我们众生都可以的，对不对？哦，我们要有慈悲的心，要有忍辱的心啊，而且要去理解佛法嘛，对不对？啊，叫做入慈悲室，着忍辱衣啊，做法空作嘛，啊，所以呢，透过三轨、三行啊，还有呢三学，就是戒定慧三学啊，所以在这907页246第七行有没有？以此三轨、三行、三学、戒定慧三学来修身，那么是名身安乐行。好，那当然不止身的哈，身口意业，还有愿，对不对？身口意愿的四个安乐行啊，那么来哈，这个来求得所谓的安乐，身心的安乐，好。那在907页的倒数第三行，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啊！啊，其实我们所谓的安乐，不是只有为自己来求，是希望来协助众生啊，协助众生啊，所以这个叫做安乐品啊，安乐品。好，那第908页啊，这个是属于誓愿宏通的部分。啊，誓愿宏通啊，这个就可以对照我们的科判表，对不对？啊，那誓愿宏通里头，那么慎重受命红经是属于前面的持品嘛，对不对？我们这一个部分是属于什么？如来开示住行，对不对？如何的安住，如何的去行持？啊，那首先就是要怎样？要祈请之后佛陀来开示啊，所以这个时候。由文殊师利法王子菩萨摩诃萨来对佛陀来请法，啊，说世尊，世诸菩萨甚为难有啊，啊，实在是非常的可贵的，啊，很难得而可贵的，啊，因为敬顺佛故，所以呢发大誓愿，啊，尤其是在佛灭后的，啊，在五浊恶世当中来护持读诵，啊，持诵说是法华经哎。啊，这个是不容易的、哦、啊，是不容易的。所以世尊，菩萨摩诃萨，啊，于后恶世呢，云何能说是经啊？啊，在这种五浊恶世，尤其是佛灭后的，是不是更难呐、啊？啊，那如何的能够来弘扬这部经典呢？啊，所以由佛陀来开示，啊，那佛陀的开示呢，就要分别的来，啊。这个来指示啊，如何的能够安住在安乐行上啊？别名住安乐行啊，因为要能够安住之后，才能够去行持嘛哈、啊。所以前面叫做如来开示住行，有没有？
先要安住之后是不是才能够去行持啊？啊，所以先透过标举啊，那佛陀就告诉文殊师利菩萨说，若菩萨摩诃萨于后恶世欲说是经呢，当安住四法，有没有啊？首先就是要安住四法啊，那就是身口意愿，对不对？四法啊，好，那分别的来解释身的安乐行啊，身的安乐行，那透过长行跟寄送啊，那首先呢就是双标啊，标什么呢？行处跟清净处啊，所以呢佛陀就讲哈、啊、一者啊，先安住什么菩萨行处及清净处，能为众生演说是经啊。哦，也就是说菩萨呢一定要先首先要安住在他的行处跟他的清净之处。哦，那何谓行处啊？在910页行处啊，分别的来解释。哦，那么佛陀对文殊师利菩萨说，云何名菩萨摩诃萨的行处啊？那若菩萨摩诃萨呢住忍入地，柔和善顺而不足暴，心意不惊啊，又复于法无所行而观诸法如实相，意不行不分别，是名菩萨摩诃萨行处啊。也就是说菩萨到底如何的来修行啊？那这种行就是说他的处所啊，到底是如何的来安住啊？那这里就讲到嘛，菩萨摩诃萨首先就要怎样，要安住在什么忍入地，有没有？哦，所以菩萨最不容易的就是最啊，首要学的是不是就忍入啊？啊，忍入地，着忍入衣嘛，啊，透过着忍入衣，住忍入地，才可能柔和善顺而不足暴，啊，才不会暴躁起来，暴跳如雷，对不对？我们凡夫众生是不是经常暴跳如雷？是因为怎样？无法忍入。忍耐不下去啊，所以呢要透过这个柔和呢，是透过调伏啊，啊，调伏叫做伏忍，到善顺叫做顺忍啊，而不足暴，不会突然间暴跳起来啊。那要暴跳起来的话，我们的心是不是也会一方面自己也会惊吓，其实更惊吓到对方啊，是不是啊？所以呢要一定要怎样助人入地，所以无非是不是还是那个三鬼啊，三个鬼则，有没有红金三鬼嘛？对，因为菩萨他如何去弘扬这部妙法莲华经，是不是也一定要透过忍入啊，着忍入一嘛，入什么如来世慈悲的啊，如来的什么慈悲世啊，所以呢又复于法无所行啊，这于法无所行其实就是入如来的什么慈悲事啊，于法无所行，无所不行啊，啊，也等于说对众生的所有一切呢都能够怎样包容的啊，也就是佛陀的也就是菩萨道的什么无生法忍。无生法忍其实是透过慈悲心来的啊，而观诸法如实相，有没有？这个是不是做如来做啊？做如来诸法空做嘛啊，是因为能够观诸法的什么如实相，如实相是不是就是所谓的空相啊？诸法实相乃诸法空相，有没有啊？叫做做如来空做啊，也因为透过了这个诸法实相、诸法空相来讲的话，意不行不分别啊，啊，对于分别与不分别来说的话，其实是无有定法的，啊，那是因为透过了什么因缘法的关照啊，所以是名菩萨摩诃萨的行处，所以菩萨摩诃萨到底如何行？是不是还是透过红金三鬼啊？啊，着忍入衣。入慈悲室，做法空作啊，是离不开这三者的啊。好，那么我们这一节课先讲到这个地方哈，阿弥陀佛。